台语文读音与白读音释义，我是陈世明。这是我个人的经历，甲我所写的台语册，有两本，但是这两本即马已经拢无册啊，已经卖完啊，千万唔通阁回款来。人类先有语言，后有文字，最初的语言称为母语，我不管你讲闽南语、讲什么语、讲客语、讲广东话，那个都叫做母语。最初的语言叫做母语。人类是先会讲话，后来才发明文字。这是毋庸置疑的。当人类发明文字之后，为了跟平民的语言有所区别，制定了文字的读音，称读书音。咱台湾民间念作读册音，因为书就是册的意思，读册音。当初做字出来了，这个字是贵族，贵族的语言，是读书人的语言，一般平民百姓是没有办法念到书的。那是后来才慢慢普及，刚开始是上层贵族的人的语言。因此一个汉字通常就有读书音，就是文读，与母语，就是白读，两种发音系统，称为文白异读。文读跟白读两个读法不一样。也就是说一个汉字通常会有两个音，一个是文读音，一个是白读音。后来讲母语的族群也模仿读书人创造自己的汉字，就形成多套的文字系统，而最初的那一套文字称为共通用字。假设是仓颉造字的话，仓颉造字出来那些字就是共通用字。他用这个共通用字来教四方的人民说，字是怎么造的，这些字是什么意思。大家回去之后，就各自造了自己的汉字出来。所以在下面这个《尔雅释天》，它里面就讲，他说：“唐虞曰宅，夏曰岁，商曰巳，周曰年。”其实这四个朝代，你看到它年的用字都不一样哦，就是不同汉族创造的汉字，这都是指年的意思。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到一个现象，唐虞叫做一载叫一年，夏朝一岁叫一年，商朝一世叫一年，周朝就是用年，因为周朝统治800年，所以这个年就深植于民众的脑海里面。那商朝这个世就有一个大的秘密啊，这个世就是祭祀，祭祀，所以古代的祭天大典是一年一次，叫祭天大典哦，这样知道哦，这祭祀祭祀。那商朝是像是它算是一个非常迷信的民族啊，你看从它甲骨文，真的如果果真是用来占卜的话，那这个是一个完全不科学的民族，它是很崇尚神学的。在那个时代，人民的想法就是这样，要祭天。所以《西游记》里面常常会有什么杀婴孩来祭天啊，杀要献祭啊，这些都是古代留下来的传统啊。像现在可能在非洲某个民族都还有像这样的一个习俗，就是这样来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说文白异读。好，那我们看“光”这个字好了，“光”这个字它白读念作“更 ”（KNG） 哈，这个是罗马拼音啊，更啊，比如说天更啊，天更啊，这是光的用法。那如果是文读呢，念作公啊，文读念作公，天光就念作天公啊，天公。一个是天更，一个是天公，因为天也有两种念法，一个是白读，一个是文读。这样你了解吗？一个汉字就会有一个白读，一个文读。白读就是母语，你妈妈在讲的话啦，天光、天更啊。文读就是读书人在念的啦，叫天公。所以像客家人为什么会讲
明天叫天公日，因为天光的那一天就是明天啊，天公日，天光日，就是明天，就是这样来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读书人怎么样来标注一个汉字的读音。其实这个汉字的读音，读书音是采用反切法来标注汉字的读音。例如这个图，唐韵说是他鲁切，后面这个两个大底下一横的，这个叫从土的上升，土土，但讲土上升就变透，土变透，这样知道我意思吗？上升，声音往上。好，那它音是怎么来的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很多人都说啊，台语怎么发音？他想要学，没有关系，我们来教你怎么学台语的发音。比如说“土”这个字是“他鲁切”，那“他”这个音你要去哪边查？这个台语怎么念？“他”，我们台语就是“他”，台语也是“他”，所以我们可以去教育部的网站查。教育部的网站这里有一个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，这个网站它的网址在这里。这个网址 https://tw.holdict.edu.tw/holodict_index.html、它的网址是这样。那我们要查这个它的发音，我们就打在这里打一个它，然后按 go，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音就是它。THANN， 好 ，THANN， A 是 R， 好 ，ANN R， TH HANN 哈，再加上 T 的话就变他，他林，比如说他人叫他林，他乡他乡叫他乡，吉他，这个字就念他。好，那我们回到我们的简报里面来。那我们知道这个它的读音是这样，所以我们把这个字的音我们把它标进来。你看它的发音就是它，它的首音就是 th， 首音就是 th， 那尾音就是 ann， 那首音跟尾音中间用母音来 aeiou， 这 aeiou 这五个母音来做区别，所以首音就到 th，那 ANN 就是尾音。好，那这个第二个音是鲁，那鲁的音怎么来呢？我们一样，你如果不会念，你就到这个字典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去查，这个鲁的音它就念作 LOO， 但是上面它的音标那个 O 是往上的，声调往上，所以它就念作 LO， 粗鲁的 LO，这里不是卤肉饭的卤，这里是粗鲁的鲁，所以底下有一个粗鲁，粗鲁。你千万不能卤肉饭写这里鲁，因为你写这里山东就跟你说，卤肉饭是我们山东的，因为你用卤肉饭的卤，用这里粗鲁的卤，这就是我们山东的，因为卤就是代表山东。所以我们汉字要黑白写，别人就黑白说。所以咱要名正言顺，要写对，字要写对，千万不通黑白写。好，咱搁回来咱的简报。好，所以鲁这个字的音，我们再把它标上去，它就是 L O O， 它的首音就是 L， 因为后面 A E I O U 这个 O 就是母音，所以 O O 就放在尾音，这样知道了吗？所以这个土的音是他鲁切，那切是代表切音的意思啦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个切音我们再看一遍哦。我们切音的意思就是拿他的首音，拿他的首音跟鲁的尾音就是 OO， 他的首音就是 TH。那这个白色的地方，这个就是要切掉的。这个反切法的意思就是要切掉他的尾音跟鲁的首音，所以这个两个白的地方。前面那个字是切 尾巴，后面这个字是切前面，是不是相反次序，一个尾一个头，而不是头跟尾。如果是头跟尾叫正切法，它是用反切法，是切尾音再切首音，所以它的发音就变成 TO， 你
你注意看哦，他乳切留下他的首音就是声母，哦，那乳的尾音就是韵母，哦，声跟韵两个结合在一起 ，th 跟 oo 加在一起，切掉以后，这个白色的字就是土的发音，土的发音叫 to，哦，叫 to。好，所以土这个音白读叫头，哦，白读叫头。比如说阿头背啊，啊阿头背，阿头背，阿头背，就是这里土阿头背。但是文读叫透，啊，文读叫透。所以皇天厚土，咱讲皇天厚土，皇天厚土，这样知道了吗？哦，一个文读，一个白读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下。土这个字，台语界把它误作涂，涂是抹的意思哦。这个涂哈，哦，不念作涂，伊是涂，唔是涂。哦，我的伯公叫做阿涂伯啊，阿涂伯啊，唔是阿涂伯啊。哦，他因为他的名字是这个涂，哦，涂抹的涂，阿涂伯啊，画图的图，阿涂伯啊，唔是涂。哦，你爱分得清楚哈，哦，台语界是念唔对。写唔对，哦，所以我常常讲，台语界是咱台湾人哦，咱古早台湾人拢讲，咱台湾人无卫生，佮唔捌字。啊，伫厦门讲吼，即种叫做泥脚人呐，啊，泥脚人就是压低头的、正常的、唔捌字的，唔是压笔的。哦，所以咱台语界常常写做这个图，这是唔对的。啊，黄俊勇报的去，这是咱好乐话大师。叫做黄俊勇，伊讲报地里底定来讲啊，三字土白做伙，土土土，这才是台语的本字，安知影无？所以我讲咱台语界这台语老师拢无符合规定，拢唔捌台语啊，哦，就是安尼，哦，咱唔卖骂声大声，我嘛唔是咧骂伊啦，我是要爱因改，唔是讲你讲这里是就是，唔是就唔是。哦，文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，如是而已。哦，这韩愈讲的。过来，再来看这里地。哦，地就是土也，土也就是地。哦，所以土地土地哈，哦，这两个是同义副词。哦，那我们指着手指着地上的土，就得地啦。哦，所以我们常常说土地所有权状，土地所有权证。哦，土地所有权证，土地土地。哦，地上权有吧？咱讲地上权对土地管定的权利啦，哦，你迄个建筑物的权利啦，哈，哦。过来，咱看土的白读甲文读，白读内底有土城、乌土、土水、土库顶、铲土，安知嘛？土城。乌土、土水、土库顶，土库顶是伫森林哈，啊，铲土啊，咱田里面的土啊，哦，这个白读音，这是咱母语安尼念。啊，文读咧，乡土、本土、党土，啊，土匪、土木，安知无？哦，所以伊个念法是有无同个啊，哈。念法是无同，伊个音差一丝啊，哦，白读甲文读差一丝啊。过来，土才是对的哦。啊，土我用红字代表，这里是写唔对，这里土是完全错误。图就是抹的意思。啊，图跟画图的图都念同音，叫做图画图的图。啊，图背啊，唔是啊图背啊，啊图背啊是头前这里，安，啊，了解无？哦，咱做一个教授，嫌这两字都分袂清楚，你敢讲你是教授？迄实在，外口拢讲会教的野兽，唔对就爱改。哦，千万唔通做文化的罪人。哦，我伫遮郑重呼吁，其实咱台文所足侪教授，真正拢唔捌台语汉字，会晓讲无代表你会晓汉字啊。所以你去看跩台文所出的字典，官顶都也阁写罗马拼音，你就知道这教授唔捌汉字。哦，咱外口的台语的字典，迄种唔免买啊，唔免看，为什么？
内底上无唔到两二三十趴啦。我感觉头壳想坐伫遮想就好啊，因为教育部闽南语常用词典的字，大概都二三十趴是唔对的。好，所以但爱分得清楚，好爱看明认得真。如果你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，就不要学台语汉字，就不要教台语汉字，会造成更多的混乱。你也唔捌就讲唔捌，卖未扑给扑，扑书唔是安尼算的，扑书是爱真正你有迄个学问，有迄个知识才叫做扑书，吼、哦，唔是讲吼、哦，我讲这里是这里是安尼，就安尼，还是未通的，还是未通的。本集的反切法，你学会了吗？反切法很简单，好、哦，所以迄、那个。以前新竹教育大学有一个洪宏源先生，伊答讲反切法足简单嘞，你五分钟你就会晓。结果伊答讲讲诶，我感觉三分钟我就会晓吧。反切法，你也过会晓台语，安照厉害，马上你就会晓。前面我们讲到读书音等于读册音，书就是册，书就是册。这里册伊诶写法你要看，伊是竹简。啊，再用手啊拔起来，这里册的写法，吼，即用竹简一片一片的叠啊，啊，再用手啊，它拔起来，啊，所以你去看迄个《浩然传》，因咧看古早的册拢是竹简，有啊，吼、哦，竹简那天开，管顶有毛笔写字，吼、哦，书就是册，读书人的书就是台语的册，啊，但台语这个册是伫上古的时阵就拢咧用啊，册封皇后有吧，册封。对，写伫管，写伫册管顶诶，册封，啊，你知影无？哦，啊，则摕予迄个边仔诶人宣读，哦，讲册封谁为皇后，哦，册封谁为太子，哦，就是用这个册。所以，我们来看一下宋朝苏轼，他有一个郑重免子文哈、哦、的诗，他说：“闲看书册应多味，老旁人们更啊享更庸。哦”哈。好，那个书册，书册，书就是册的意思，它只是把两个字并在一起。那各位你可以看到哦，读书人的书跟册为什么两个字要并在一起？我告诉你，一个是上古的字，上古经常在用的字，一个是现在在用的字。现在都用书，以前用册。那册是谁在用？那就台语的人在用的啊，册啊，册啊，册啊，读册，读册，愈读愈册啊。就是我们一直在用啊，为什么两个字要并在一起？因为现在的人用的书就是古代的册，两个把它并在一起。我们告诉你啊，书就是册，一个是可以学习古文。我们现在是书，古代是册，一个是什么？我用我的字，也有用到你古代的字，两个族群平等，所以同义副词就是这样来的。所以同义副词里面一个是台语，一个是现在读书人在用的字，这样知道我意思吗？支持台语汉理学的听众，请在本影片正面下底按一个赞，哦，会记得按赞，并订阅本频道，谢谢。大家订一下阮这个影片，订阅一下啦，大家支持一下啦，我希望。是不是这礼拜就我能超过8000个以上，甚至9000个人订阅，啊，唔则对，吼、哦，我遮用心咧教册，结果真侪人呾当作告白火车，安都唔好啊！你呾鼓励者嘛，鼓励者，起一下赞，订阅者，够遐严重吗？台语汉字学这本册已经卖完啦，啊、哦，请唔通阁回款入来。哦，否则又要退款哈、哦，会增添一些困扰哈、哦，增加大家困扰。干部结束，谢谢，多谢，努力。